Bye.
一起悠扬幸福来，共筑全面小康的崭新时代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现场我们飞得更高，如果您会唱的话，跟着我一起唱好不好？嘿，生命就像一条大河，时而宁静，时而疯狂。现实就像是一把枷锁，把我困住，无法挣脱。生命一样，我风里如刀，一次次将重伤。我使得我要的那种幸福，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。起来，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，狂风一样舞蹈，挣脱怀抱。你们声音好不好？大声一点！一直在飞，一直在高，可我发现无法找到。我只想要是一次解放，就先潜水，那永不能忘。这一样的生活锋利如刀，一次次将我重伤。我是在我要的那种幸福，就在那年更高的天空。我要飞得
自己给自己来点掌声好不好？飞得更高，thank you.
Thank you.
是中国，万物欢歌。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最后的胜利奋力拼搏。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，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懈努力。亲爱的朋友们，2020年幸福家园长沙歌舞剧院走进凤凰街专场惠民演出到此结束，再次感谢各位的观看，祝祝各位身体康健，身体顺利。同时也祝大家家庭幸福，事业顺心，再见再见。